你們這些笨爛蛋居然夠膽跟我比，這個教訓就是告訴我們，團結就是力量。為什麼很多人說我們是一盤散沙？為什麼我們甘心受人家的氣？就是因為我們本身是一個弱者。說得對。我打死你哋啊，就好似打死一只狗、踩死一只蚁一样。你哋班人条命啊，根本就唔值钱。正一自大狂。嗯？咩大？我哋大和门最大。我问你，体育会就系体育会，咩叫精武体育会啊？你做工会武装，同佢哋嘅关公斗下。嘿，啊！工会武装喺边度？你放马过嚟！同我齐睇佢！呀！